原标题，这不是五常之一，一战二战皆为战胜活，可都丢了领土，真耻辱。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这两次世界大战波及范围之广，伤亡人数之大，前所未有，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有影响力且都是战胜国的国家有三个：美国、英国、俄罗斯、苏联、中国。暂不把法国算在其中，19世纪末2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下，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纷繁复杂，但基本矛盾有三对，即法德矛盾、俄奥矛盾和英的矛盾。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署了同盟条约，并建立了针对俄罗斯和法国同盟国，德国成为三国同盟的核心。为了对付三国同盟，1892年法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军事协议，后来英国加入其中，形成了协约国，于是两大军事集团正式对峙。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身亡，成为第一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一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随后加入协约国。1917年7月，中国对同盟国正式宣战，并派出200,000劳工远赴欧洲，支援协约国部队。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德国投降，同盟国宣告战败而结束。1919年，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而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然而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并没有享受战胜国应有的权利。巴黎和会在英法日列强的操控下，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21条等正义要求，还把战败国德国占领中国山东的清道和权益全部转让给了日本。此举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并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面签字。但日本最终还是占领了山东青岛，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也就失去了山东。1929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世界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的动荡。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军国主义逐渐抬头，并掌握了政权，对外实行疯狂扩张的政策，企图祸水东移，转移国内百姓的视线，巩固统治，并掠夺别国财富，殖民各国。随后，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法西斯同盟。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家宣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双方经过几年的厮杀，胜利的天平逐渐朝反法西斯这边倾斜，于是反法西斯国家商量着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全世界的秩序。1944年8月21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成立联合国的事。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中国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五常之一。1945年8月15日，二战最终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而结束，结果以反法西斯胜利。然而中国这次作为战胜国，
虽然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台湾等地，但外蒙古却被美国、苏联合伙商量，让他从中国独立出去了，中国也就失去外蒙古地区。自此，中国作为五常之一，一战战胜丢青岛，二战战胜丢外蒙的名号传开了。作为中国人，真的感到很耻辱。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